阿贾克斯及埃弗顿两支球队赴约儿童都来到了训练场上进行适应性训练，但是阿贾克斯集训队的小球员们并不适应赛前的训练课程，而且小球员之间的不团结造成相当大的问题，而埃弗顿集训队的小球员们的状态则呈现出上升趋势。最终的决赛即将开场，那么哪支队伍将获得最后胜利？谁能成为最终的幸运儿？足球梦正在为您讲述。比赛开赛在即，两支球队都来到了训练场上进行适应性训练。球星戴维斯也来到了场上，他希望给小球员们展示一些实用性的技巧。在球员时代，戴维斯并不属于球风华丽的球员，他的动作极为朴实，但却能够收到奇效，因此他的临阵指导对球员们有很大的帮助。就要比赛了，阿贾克斯教练们却丝毫没有减小训练量的意思，这让习惯了赛前不碰球的小球员们极为不适应。在场上，上海赛区球员们踢球太毒的问题再次显示了出来。大赛在即，如果他们依然不愿意和其他球员展开配合，比赛将无法展开。多重压力之下，球员们的矛盾再次爆发。就在这个时候，外教们站了出来。这种无视团队、只顾自己表现的态度，是崇尚整体的荷兰足球人所不能容忍的。而领队谢辉也卸下了严酷的面具，向球员们敞开了心扉。都是习惯，都是习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习惯，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像这样的这种灌输的理念。其实是很少有，在国内很少有啊。后套，什么人后套，什么时候后套，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哎，说得清清楚楚，啊。Good ball， 啊，这时间 timing， 都挺好。阿贾克斯集训队的状态看起来有些问题，而埃弗顿集训队的球员们的状态则呈现出上升趋势。一天之后，最终的总决赛就要开始了，教练们也在准备着比赛的计划，如何安排小球员们的场上位置，激发他们最强的战斗力，成为了话题的中心。对于一支球队而言，最关键的就是球员们之间是否能够配合无间。还没有上场比赛，队内就出现了小团体情绪，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虽然在适应性训练的时候，外教就曾经试图化解球员们的矛盾，但在私底下，对于上海赛区球员们的表现，其他球员还是颇有微词。上海队那个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觉得我们踢球不行，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么不团结的话我们就走了。我们跟一些上海的队员不是搭配还不是很好，因为跟他们上海队的踢不来，然后他们踢球太毒了，然后不愿意传球，然后没法一块玩耍。我们上海比较强嘛，然后入围的人数也比较多，只能说怎么说呢，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我们互相传球，因为比较信任，在荷兰也有训练过，就觉得或许有的队员就觉得我们没有传给他，其实我们是传给他，只不过他自己有很多时候拿不好球，我们就自己传了，就对他们有点失去信心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队友对自己队友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信任的。虽然队内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在对对手的分析上，小球员们倒是意见颇为一致。在他们心中，
被埃弗顿 U15 青年队6-0血洗的那支队伍，实力着实一般。觉得我们队实力应该还是高出对方，应该可以完胜的。赢的话是一定能赢的，如果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我们踢埃弗顿应该能踢3个球吧。技术方面啊，然后团队的默契方面，应该还是可以完胜他们。因为我们前锋都很强，然后后卫有我在。另一方面，埃弗顿的队员们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他们找来了阿贾克斯集训队的比赛录像，细致地进行着赛前分析。看到对手流畅的配合，小球员们心中的压力在一点点增加，他们担心某些队友不够尽力的表现会对最终的成绩产生致命影响。这场最终的比赛将选出4名球员入选2支俱乐部试训，这4名球员究竟是谁？外教们有着自己的看法。尽管心中都有着目标人选，但依然需要靠比赛来进行最终的判断。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公布阵型和场上位置的时候到了。阿贾克斯集训队队员们的位置一经公布，球员们就产生了疑虑。与此同时，埃弗顿集训队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球员们同样对场上位置产生了质疑。不管怎样，阵型和场上位置就此确定了下来，球员们只能按照教练的要求进行比赛。其实，在真正的职业赛场上，这样的问题也时有发生，但出色的职业球员会根据教练的安排，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踢法，进而为整个团队进行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小球员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很多的时间，所以说你们不能给他们空间和时间。1、2、3，走！给！啊！现在比较紧张嘛，因为比赛要开始了，所以尽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更加的轻松来面对自己的比赛。看教练吧，球场上自己的表现看在教练眼里，我自己也不能决定什么。有两个位置重复的。最终的决赛即将开场，两支球队看起来却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对于明天的比赛，他们准备好了吗？明天同一时间，足球梦将继续为您讲述。足球梦选拔活动即将落下帷幕，经过阿贾克斯和埃弗顿外教们集训后的两支球队将通过一场比赛决定谁是冠军球队，同时将会有4名小球员成为最终的幸运儿，加盟阿贾克斯和埃弗顿两大俱乐部的青训营接受训练，有机会在未来闯荡欧洲足坛。究竟谁能成为外教眼中的最佳球员？让我们拭目以待。海康人寿，足球梦官方保险合作伙伴。